请掀开经本第四十二面，从第四行看起。复有无量三十三天王，作为释迦因陀罗天王，普称满音天王，慈母宝吉天王，宝光昌明称天王。昨天讲到这个地方，今天我们接着再看第五尊菩萨化身悉要吉天王。在这段经文里面，这个设为天王的德号，都是代表初地菩萨的修学纲领，字字句句，不但是含无量意，也非常重要。我们应当细心体会，努力来学习。在前面跟诸位报告过，修学的基础，也是修学的根本，就在五戒十善。这些话我们在经论里面看得太多，太多了啊！不但没有醒悟过来，反而变成是麻木不仁，这很糟糕。佛多次的宣说，是希望我们悟如啊，我们反而听多了，变成麻木了。变成老生常谈，完全呢不在意。这个是显示出凡夫业障深重，念念随顺习气，不能够体悟佛经的深意，不能够契入佛菩萨的境界。实在说，不是佛菩萨不慈悲，慈悲到了极处啊，我们难以体会。昨天特别引用无量寿经，修学的根本，在善护善业，跟这个地方的表法意趣完全相同。不仅是无量寿经，所有一切经论几乎没有例外。诸位稍微留意一下了，你就明白了。所以五戒十善一定要重视，离开了五戒十善，不但佛法没有了，世间福报也没有了，你才想到它的重要性。第五尊菩萨化身悉要吉天王，还是从五戒十善里面发生，真正修善，
最近这些年，我们提倡四好，存好心。什么是好心？不贪、不嗔、不痴，是好心啊。说好话，什么是好话呢？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恶口，不绮语，那就是说好话。做好事，什么是好事？不偷盗，不杀生，不邪淫，好事啊！所以，句句都能够落实在生活当中。这个是四好的基础，从这个基础上还要不断发扬光大了。光大就是如何利益一切众生，劝导一切众生学四好。劝别人，自己一定做出样子来给人看。自己不能做个榜样，只是口劝别人，人家难以相信啊。劝别人牺牲奉献，舍己为人，自己还是念念自私自利，别人怎么能相信？一定要自己做到。谁做到了？诸佛菩萨做到了，给我们做出榜样了。第一个好模样，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可以说一生之中，日中一时，托钵，树下一宿，临走的时候，还在梭罗双树间，吉祥握着往生。释迦牟尼走的是走的时候，没有在房间里头啊，没有床铺啊。佛是佛慧圆满之人，他要不做出这个样子给我们看，我们怎么能信得过呢？我们今天学佛出家修行，比起世尊那个时代，我们优越太多了啊！释迦牟尼佛今天看到我们这个样子，摇头啊，不像话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生惭愧心，一定要知足啊。自己修行要刻苦，要如法，帮助社会大众要随缘。普贤菩萨告诉我们：随喜功德，这些随缘啊。功德是什么呢？虽然随缘，依旧能保持心地清净不染，外不着相，内不动心，这个样随顺没有关系。正是华严上的境界，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。如果是外着相，内动心，
你就错了。假如我们接触大众，诸相动心怎么办呢？赶紧退回来。菩萨道里头确确实实进进退退。这个接触外的境界自己受不了了，智慧定力不够。退回来自修啊，保持清净，定慧再增长一点，再可以试试看，立思练心呐，真正在境界里练得如如不动了，很如法了，可以做。这样利益众众生呢，不妨碍自己。虽然说不妨碍自己，可是佛菩萨呢，还做妨碍的事情。隋唐时代的智者大师，给我们做了个样子。智者大师是什么人呢？传记里面传说他是释迦牟尼佛才来的。如果说是世尊再来，那智者大师就是释迦牟尼佛本人了。他实现的临终随缘，为大众服务，最后念佛往生净土。他跟别人说，他是无品位往生，实现教导我们主持一个道场。做主持，做当家，要管许许多多的事情，终身劳碌啊！但是他有一个底线，这个底线是决定不妨碍往生，障碍往生的品位没有关系。他决定不妨碍往生啊，这是他的底线啊。我们今天接触大众，弘扬佛法，广度众生，也要有智者大师这个底线，决定这生净土。品位差一点不在乎，这才行啊。如果没有这个功夫，老实念佛，世间事，佛教里面事情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少一事不如无事。善护自己的清净心呐，严持戒律。这个就对了，不为外境所转，才可以跟大众和光同尘。这是我们必须要记住的。否则的话，我们劝别人，别人真的往生，自己还没有办法，还要搞六道轮回，你说冤不冤枉？这个道理一定要懂，人明理认真修行，真干了才发生喜药啊！药是爱好，
喜欢爱好，喜欢爱好的是什么呢？佛法，佛法觉悟之法了，不爱好别的，爱好觉悟啊。觉悟了的样子是什么呢？舍己为人，弘法利生啊，觉悟的样子啊。念念为正法久住世间，续佛慧命，念念为利益一切众生。佛门常讲大慈大悲，慈悲为本啊。大慈大悲是什么样子？我们必须要清楚，要明了，不可以含糊笼统。大慈大悲没有条件，关怀众生，护念众生，爱护众生，帮助一切众生，特别是有苦难的众生啊。今天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众生都有很大的苦难，大家知道很大的苦难是什么？是迷而不觉啊，这个是最大的苦难啊。迷人不觉悟的人，起心动念都在造业，何况言语造作，都在那里造极重的罪业。造作罪业，后面就有果报，很快这个果报就现前。经论里面告诉我们，堕三恶道啊，时间都是以结束来说的，恐怖极了。觉悟的人有义务要帮助那些没觉悟的人，讲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为大家讲清楚、讲明白，一定要讲的让他相信。你讲了，他不相信，有什么用处？如何能讲的叫别人相信？这个要智慧，要善巧方便。他相信之后，然后他在生活当中，他在处事待人接物，自然就收敛，不敢起恶念，不敢用恶心，这样就好啊。他也学会了存好心、说好话、做好人，太学会了。这是我们真正帮助了他了。从哪里做起呢？一定是从无戒十善做起。
无界摄相讲不尽呐。这个里头有很深的道理，有很广的思想，有不可思议的果报，哪里能说得尽？所以诸位要想想，为什么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，讲教化众生这样的大师，拜托给地藏菩萨？你们想想什么意思？他为什么不拜托观音菩萨？观音菩萨的名气比地藏菩萨大了。很多人不知道地藏菩萨，没有人不知道观音菩萨。为什么不托付给观音菩萨，而托付给地藏菩萨？什么道理？观音菩萨大慈大悲，大慈大悲从哪里生的？从孝亲尊师生的。如果没有孝亲尊师这个根本，大慈大悲没有啊，跟这个树一样啊，它有根啊，根是孝敬，地藏菩萨表孝敬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地藏菩萨代表修学的大根大本，我们这才明了，非拜托地藏菩萨不可。我们今天讲台面前供奉地藏菩萨，为什么呢？释迦牟尼佛不在，他代表佛，代理佛啊。意思在这里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佛不住世，一直到底下弥勒佛出世之前，这当中这么长的时间，弥勒下生经里面讲，56亿多万年。教化世间众生，以什么为第一呢？孝亲尊师，断恶修善，以这个为教学的目标啊。然后再从这个基础上，他要是有善根福德因缘，再劝导他念佛求生净土，圆满功德。所以末法这还有9000年，这9000年当中，令一切众生得真实的利益，就是地藏经跟无量寿经，能令一切众生得真实利益了。从地藏菩萨本愿经学回头，学忏悔，学断恶修善，以这个基础在修学无量寿经就行了。那么也许有同修来问我，你说这个话有什么根据啊？是不是你自己的意思啊？如果自己的意思不听啊，佛讲了一法不一人呐、我不听你胡造谣言呐、我说话有根据，根据在哪里呢？观无量寿佛经，
佛在经里告诉我们，修行的基础是敬业三福。佛说出这三条，然后告诉我们，这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真因。三世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未来是我们大家的，所有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啊！你要想成佛，一定要依这个十一句做基础。这个十一句里面一开端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你看看这个四句，是不是地藏菩萨本愿经？一部《地藏经》啊，就是讲这四句啊。所以，地藏法门是修行的大根大本。无论修学哪个法门，大乘、小乘、显教、密教，啊，宗门教下，都要以《地藏经》做基础。这是敬业三福第一条啊，你才晓得那个多重要啊！有这个基础，念佛呢决定往生。为什么呢？《弥陀经》上讲得很清楚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你把这个四条做到了，你就是多善根、多福德、多因缘。你才有条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才能真正发生喜药之心的。这个喜药就是长生欢喜心的，因为这地方是初地菩萨，初地是欢喜地啊。跟大家讲发生喜要集，或者是讲长生欢喜心，实在说这个意思都很难体会。距离遥远啊！如果我们换一句话来讲，大家就好懂多了。我们这一生生活在大慈大悲之中，就是这个名号的意思。或者再说的白一点，我们这一生欢喜在这个生活在欢喜大爱之中啊，大爱爱众生啊，爱社会呀，爱佛法了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清净平等的爱心，对这个世界，有情众生、无情众生，我们今天讲的，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无，没有一样不爱我，没有一样不欢喜，这才叫长生欢喜心。啊，也许有同学问，这问的人太多了，啊，这个问是理所当然。我天天烦恼啊，天天忧虑，想欢喜欢喜不起来啊，这是事实。你为什么欢喜不出来不起来？你没有爱心啊！看到这个讨厌，看到那个不欢喜，你这个爱心怎么能生得出来？
诸佛菩萨看什么都欢喜，顺境欢喜，逆境也欢喜，善人欢喜，恶人也欢喜。他为什么能够生欢喜心？欢喜心就是慈悲心啊。他不是看这一段啊，他看到过去，也看到未来啊。眼前这一段他迷惑颠倒没有关系啊。过去生中他曾经没有颠倒过。再看将来啊，哦，他有很殊胜的成就啊。他遇到很好的法缘呢，地狱众生看到也能生欢喜心。为什么堕地狱在消业障啊？菩萨人好事情啊，他在消业障啊。业障消除之后，因缘成熟，就能够接受佛法。接受如来殊胜的大法，我们凡夫没有天眼，没有慧眼，看不到过去未来，所以佛菩萨在一切境缘之中都能生欢喜心，而我们想生生不起来，道理就在此地。如何能够接近佛菩萨的境界？唯一的方法，要修行。修行一定要着重戒心相应，有戒有行啊。清凉大师在《华严经注解经题》里面告诉我，他说得好：“有戒无行。”研究教理的，天天在研究经典呢，讲的天花乱坠啊。大陆上有一位老法师，人家叫他活字典，他聪明，记忆力好，对于一切经论，读过的都能记得。辩才无碍，有解无行呢？喜欢跟人辩论呢，非常自负啊，正当邪见。另外一种有行无解，天天参禅，天天念佛堂念佛，不听经，不看经，清凉大师正当无明，他说的话有道理。正确的修行方法，戒行并重，定慧等学。这就对了。大陆上这一位法师现在80多岁了，不跟人抬杠，也不看经了，专门念阿弥陀佛。他念阿弥陀佛高明啊，有戒有行。那我们知道，他将来决定往生，不但往生，品位一定很高啊！希望我们每一个人
都跟菩萨一样，生活在欢喜之中。像弥勒菩萨一样，一天到晚欢欢喜喜。这是第五尊菩萨所表示的。即这个意思不必再说，很明显的意思，他的欢喜心，他的慈悲心，他的爱心，任何一个人都能体会得到。这就是极的意思。第六层，可爱若正念天王，这号里面着重在正念，唯有正念的可爱若啊。可爱、快乐，只有正念。什么叫正念？正念是无念，这个意思很难懂。无念，那什么念头都没有了。不是，无有邪念，所以他才叫正念嘛。无念，你正念也无了，那不就糟了？所以诸位要晓得，宗门讲的无念，无有邪念，不是无有正念。这个意思不好懂，正念确实没有念，虽没有念，宇宙人生的真相清清楚楚，了了分明。这个话我们听到不懂啊，体会不到意思了。我们举个比喻来说，我们张开眼睛看这个讲堂，这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分别，还没有起心，还没有动念，这个时候叫真。看这个境界里头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不是看不见的，这个叫正念。才一起心动念，这位是张三，那位李四，这是出家人，那是在家人，完了，邪念呢？为什么这是邪念呢？所有一切名相全是假的，这个不但佛知道啊，中国古人也知道。老子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名可名，非常名；道可道，非常道。”啊，这个就是说，名是假名啊，相呢，相是假相。假名假相啊，你在里面起分别起执着，这叫邪念，那不是真的。眼看得清楚，耳听得清楚，鼻闻得清楚，
舌尝得清楚，身体接触也清楚，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确实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这叫真念，可爱要啊！谁是这个真念呢？诸佛菩萨，诸佛菩萨真念呐、啊，所以在一切境界里头能常生欢喜心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离开一切妄想分别执着，大慈悲心就生起来了。只要有妄想分别执着，你的大慈悲心、大爱心啊，生不起来啊。口头说说而已啊，有名无实啊。这个是要功夫的。要真正看破，真正放下，然后你过的是佛菩萨的生活，正念现前。从正念里面变现出分别执着，那叫全智。干什么呢？度化众生的。决定不是自受用。我们凡夫对于佛的境界最难体会就是这一点。佛菩萨应化在我们世间，那个样子跟我们凡夫一样。也有分别，也有执着，教化众生的。随类现身，随机说法了，他心里都确实没有分别之处，确实没有起心动念，里面跟我们不一样啊，外面跟我们一样啊，这叫大慈大悲啊，落实在我们世间。将来到本经末后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诸位就看到了，看到诸佛如来示现在人间，那个样子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，这就说明白，不论是什么样的身份。不论是什么样的行业，不论是什么样的工作，都是诸佛如来应化在世间的，示现给广大众生去看了，教导大家怎样学佛，怎样明心见性，怎样往生不退成佛。有身教做样子给你看，有言教详细给你解说，方法太多太多了，不局限一个形式，这是华严境界。你要学会了，就在你自己的身份当中，就在你自己生活当中，就在你自己行业当中，显示大慈大悲，显示真实的大爱啊！转凡成圣。在一念之间，恢复你的真念。
话虽然是这么说，我们毕竟还是凡夫。我是觉得我把这个正念两个字讲得很清楚。看看诸位同学的表情呢，还是没懂。我们在落实。再说的浅显一点，什么叫正念呢？你心里头常常有一句阿弥陀佛，这一念是正念。除了这一念之外，都不是正念。那我念观音菩萨算不算是正念呢？不算正念。为什么？你念阿弥陀佛的嘛，念阿弥陀佛在想观音菩萨，不就打闲岔了？修学成功的关键在专。无量寿经告诉我们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在那个专字，一向一个方向啊，一个目标啊，要专啊。我专念阿弥陀佛，我不念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会不会怪我？我得罪观音菩萨了。你这叫打妄想，你这叫分别执着，不是观音菩萨的意思。观音菩萨看一切众生念阿弥陀佛，欢喜都来不及了，怎么会得罪呢？这些众生的情执，众生情太重了。过去都念观音菩萨，现在换念阿弥陀佛，总觉得对不起观音菩萨。人之常情啊，这不是智慧呀，不是理智。我们一定要懂得，要明理。如果你观音菩萨念了几十年了，你就一直念观音菩萨求生净土，行。观世音菩萨做本尊，一向专念观音菩萨求生极乐世界，也决定得生。观音菩萨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，大势至菩萨也是阿弥陀佛的化身。不疑不疑，这样就很好，这叫正念解气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也就是古人所讲的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这个念就是正念。这个念可爱啊，谁说可爱呢？诸佛如来说的。这个念头可爱，这个念头决定成就。下面一分，须弥甚应天王。须弥在此地表两个意思，一个是高大，一个是界，须弥山最高最大。第二个意思，须弥山是四宝所成，这个宝表心性，自己的真心本性，那是真正的宝啊。心性最大，表这个意思。圣音，这是名号里面，
最重要的两个字，甚是殊胜，应是应身。加上须弥，就是无比殊胜的应身。至高无上的法印，就这个意思。那么这个印究竟是什么印？佛法的印身啊。在西方极乐世界，本经所说的华藏世界有，佛在经上告诉我，你想听哪个法门，你想听哪一尊佛说这个法门，你就听到了。你想见这尊佛，你就见到佛的形象在你面前，为你说法了。就像我们现在看电视一样，想看哪个节目频道播对了，这个影像音声就现前了。西方极乐世界的情形呢，就是这样。你想听哪一尊佛说法，想听哪一尊菩萨说法，这个菩萨的形象就现前。单独教你，这个是西方世界无比的殊胜啊。诸佛菩萨可以化无量无边身，同时可以应无量无边的菩萨们，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菩萨。这个《无量寿经》阿弥陀佛说得很清楚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即使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也是阿惟越致菩萨。这都殊胜了。诸位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这些事实真相，然后我们就明了了。法门无量誓愿学，到哪里学？到极乐世界去学。不要在此地学，在此地学浪费许许多多的时间，分心的，你心不能够专一。对于往生就不可靠了，这个损失就太大太大了。所以四弘誓愿我们要发，但是我们要完成的前面两愿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这个愿一定要发。烦恼无尽誓愿断，一定要认真断恶修善。至于后面两愿，学法门成佛道，都到西方极乐世界再完成。这样生死啊，我们真的可以做到专一。到达西方极乐世界，学法门非常快速啊！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已经契入诸佛如来的境界。所以学经典，
听几句就全都通达了，哪里要一句一句这么细说啊？哪里这么啰嗦啊？法门无量无边，很短的时间，你就学圆满，你就能毕业了。在这个世界，你就很认真、很努力学200年，也比不上西方极乐世界学一天。那我们何必在这里浪费这么多时间精力？这个道理，事实一定要懂得，一定要明了啊！除了一些发大慈悲心，为了要弘扬大乘佛法，要牺牲自己，牺牲自己的品位，多学一些经典，多学一些法门，帮助一些众生。那么这是有必要的。如果你觉得我先成就自己，然后再帮助别人，先到西方极乐世界见了阿弥陀佛之后，我在道家慈航普度众生，行。你现在应当学什么呢？我们刚才讲，学地藏法门，学弥陀法门够了，其他的不必学了，决定成功啊！地藏法门要不要全部经典的学习呢？不必要，只要把他的精神纲领抓住了，孝亲尊师，断卧修善，八个字，地藏经圆满了。你要懂得孝亲尊师的道理，孝亲尊师的落实，那你要去细细研究这部经典。你要明了断卧修善的方法，断卧修善的功德利益，那你要好好的去学第三经。所以那一部经呢，就八个字啊。你要不把这一部经搞透彻，这八个字你不懂啊，体会不到八个字的深意。般若经上常常教我深解意趣，经典里面字字句句意思味道，你要不是甚深的理解，你不会懂得。真正明白了，通达了，抓住这八个字，容易落实，好修行啊。佛法，高级的佛法，圆满的大法，既简单又容易。就是要认真去干。我们发心出家了，
无论你是搞清楚、搞明白、发心出家，你发的这个大心值得赞叹、欢喜；或者是糊里糊涂出家了，乱撞撞上了，也行。那既然撞上之后啊，然后搞明白了，赶紧发心啊！如果不发心啊，那就有罪过啊。这要懂得。你既然出家，出家人两桩事情：一个讲经说法，一个临终修行。你不干这两桩事情，你就有罪过。为什么呢？你接受十方的供养，你有多大的福气啊！世间人辛辛苦苦工作才能过一天的生活，你什么都不要干，吃现成的，接受人家现成，你有多大的福报啊！古德讲的话没错啊，施主一粒米，大如须弥山；精神不了道，披毛戴脚环。出家人这一碗饭不好吃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不能开玩笑啊。你要想修福，要想成佛，不一定要出家，在家可以做菩萨，可以成佛。你为什么要出家？出家有出家人的使命，有出家人的本分，有出家人的责任。那个就是要弘法利生，要把佛法发扬光大。就像玄奘大师发心出家的时候所说，那个时候发心出家要考试，考试官问他：“你为什么要出家？”他答复的两句话：“元绍如来，净光大法。”考试官就批准了，就通过了。这个心法的正确，元绍如来，绍就是继续，用换一句话说，续佛慧命。元说我要继续佛的慧命，元绍如来，近的呢，现前的呢，广大佛法，叫弘法利生啊。这是一个标准出家人发的宏愿，他不为自己，为众生。玄奘大师一生呢，真的把他这两句话做到了。到印度去求学，把梵文经典大量的带回中国，从事于译经的工作，他的两句话做到了，兑现了，不是说说就算了，真做到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到场，出家同学，也是两桩事情：一个是发心学讲经、研究；另外一种呢，念佛堂领导大众念佛、共修，这都是如法的。这也符合玄奘大师所发的宏愿。这样的行持，诸佛赞叹，龙天拥护啊。那么须弥圣音，说法的音声，
是须弥神。这一句阿弥陀佛最殊胜的，能够化解社会的戾气。冲击世界一切众生邪恶的心念，所有一切的念头，念阿弥陀佛这个念头第一殊胜，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过的。你看，释迦牟尼佛念阿弥陀佛，摩难于大众。看到释迦牟尼佛这个时候，他的容颜、他的光彩、他的风度，无比的稀有啊！从来没有见过，念佛心跟诸佛感应，容貌改变，体质改变。居住的环境改变，这个环境就是一般人讲的风水啊，改变了。风水何必要人看呢？我们自己会改变的。佛地佛人居，佛人居佛地。那风水本来不好，有佛的人到这一住啊，那个风水自然就变好了。楞严经上说，若能转境则通如来，我们要有能力转境界，不要被境界所转。被境界所转的很可怜啊，很苦恼啊。我们要有信心，要有智慧，要有善巧方便转变境界。转变自己的业力变成愿力，转变自己的凡心变成佛心，要从这个地方转起啊！佛菩萨会转，我们学会了，每个人都会转呐。你真懂得这个道理，真明白这个意思，就能转得过来。这转过来之后，得大自在，得大欢乐啊！跟这个地方几位菩萨表法的就完全相应了。所以这个圣音呢，达到极处就是念佛啊！这一句阿弥陀佛圣音，须弥圣音。第八尊成就念天王，这个名号三个字都重要。什么叫念？诸位要细细看看呢，这个念的这个字。这个字在古人造字，它有六个原则。古人称之为六书，六书啊，就是造字的六个原则。这字不是随便乱造的。这个字在六个原则里面呢，属于会意。你看这个字，你体会它的意思。这个字上面是经啊，下面是心。什么叫念呢？现前心就是念。经心呢是念的。你现在这个心是什么？如果现前这一念心寥寥分明，
佛经里头有一句话形容他，叫"积极心性"。积是什么呢？一念不生。心性是什么呢？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这是真心啊。念是真心啊，就是前面讲的正念啊。真心就是真如，就是自信，就是本性。念佛，这个念就是佛，真心就是佛吗？佛就是真心吗？哪里还要念个阿弥陀佛了？那就坏了。为什么叫你念阿弥陀佛了？你的真心没有了。用这一句阿弥陀佛把真心念出来。所以念阿弥陀佛是个方法，目的是要把真心念出来。真心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呀，无量觉。那么积极心性就是无量觉，无量觉上面不能再加一个无量觉，再加一个无量觉就变成无明了。富罗那尊者在楞严会上向释迦牟尼佛请教，无明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会有无明？释迦牟尼佛答复的妙极了，四个字：知见立知，是无明本，无明的根本呢。什么叫知见呢？积极心性是知见。知见上再建立一个知见，我知道我积极心性了，完了，你无明了，你起了无明了，是头上安头啊，错了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我们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念到最后啊，这句阿弥陀佛没有了，你就见性，你正念就现前。我们今天用这方法，是用这一念把所有妄念打掉。如果不念佛，妄念纷飞呀，不得了啊！那个念头都是六道轮回的念头。所以用这一念呢，把那些六道轮回的念头打掉。这一念虽有不要紧，待业往生，待这一句名号去往生啊。这一句名号是业，生到什么地方呢？凡圣同居土，方便有余土，十报土去不了。为什么呢？十报土啊，要这一句阿弥陀佛也没有了，才能够到十报土。有这句阿弥陀佛还不行，所以多金刚般若是讲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那个法叫阿弥陀佛是法了，也要舍掉啊，你就生十八土了。现在我们不能舍，我们舍了之后堕三途啊，这个要知道啊。什么时候舍呢？获一品无名，证一份法身的时候舍，那个时候真舍了，他入十报土。那我们再问，入十报土的人还念不念阿弥陀佛呢？还念。那为什么又叫他舍掉了？他真舍掉了。那个念呢，就是我们平常讲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。他那个念呢，是念给众生看的，劝人念佛。那自己不念，劝人念，那怎么行呢？人家怎么会相信你的？他那个念是劝人念，自己有没有那个佛的念头？没有。自己真正
成就念力。是这么个意思啊，真的成就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念佛，从有念念到无念，无念还是念，不是无念就不念了，无念还是念。无念受相，无念阿弥陀佛的分别心，无念阿弥陀佛的执着心，无念阿弥陀佛的妄想心，阿弥陀佛还照念，一天念到晚，从来没休息。所以在形象上看，你看不出来，他跟我们初学没有两样，骨子里头完全不相同。凡夫念阿弥陀佛，有妄想分别执着。菩萨化身大士，诸佛如来念阿弥陀佛，没有妄想分别执着。他还是念，不是不念。我们今天念跟不念是二法了。他那个念与不念是一法，不是二法。这是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。念这一个字，意思要清楚，要明了，一点不能够含糊。第九尊，可爱要净化光天王。这个德号里面意思很深很广，我们在这个十位菩萨里面可爱要我们看到很多都加上这个字样啊，表欢喜地菩萨初破无明，初证法身，无限的欢喜，加上这个字样，净化光，花是代表佛法，在本经是代表一切法，不仅是一尘大尘，小尘也在里面。不仅是小乘，世间法也包括在其中，这才叫妙啊！世出世间一切法呢，都在这个花一个字包括之中，一法都没有漏掉。今。清净，这个清净是讲的心清净，心地里面一尘不染啊。就像前面讲的，妄想分别执着，统统断尽，这才叫净。那净化是什么意思呢？无论随顺哪一法，你们要听清楚我说话。随顺，随顺佛法，随顺世间法，随顺清净法，随顺染污法。随顺善法，随顺恶法，心地都是一念不生，不起分别之处，这叫净啊。入这个境界，这是佛家讲的，哪一法不是佛法？
法法皆是佛法。你明白了啊，就是法法皆是佛法。你要不明白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也不是佛法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法跟世间法从哪里分呢？一念之间，一念觉，一切法皆是佛法；一念迷，佛法也是世间法。在一念迷悟之间呢，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啊。所以一切法无不是佛法。下面这个光，光是智慧，充满了智慧光。我们举个比喻来说，贪嗔痴都放智慧光明啊。地狱恶鬼畜生也都放金色光明啊。你契入这个境界，你看大地一切众生十法界，包括地狱，皆成佛道啊，你就成佛了。大家听了，千万不要打妄想，天天去想，想地狱魔鬼都放光，你怎么想，光也放不出来。你懂得有这么一回事情，专想阿弥陀佛，专念阿弥陀佛，功夫念成了，什么样功夫？理心不乱，境界就现前，你就看到离一心不乱破无明啊，破一品无明见一分法身，我跟你说的这个境界就现前。你没有契入这个境界，老实念佛啊，那也是净化光。第十位菩萨，智日也天王，智是智慧，日代表光明，前面曾经读过，代表根本智啊，也在此地，当然上面有智日，这个也就是如来。古地上的无眼圆明，这是如来古地上的境界。初地菩萨就实现，唯有根本大智之眼，你才能看清楚宇宙人生真相。虚空法界，过去未来，你都看清楚了，都明白了。那么你自行化他，
就能避免一切的过失。世间众生，哪一个人不想修善？哪一个人不想得福呢？这个里面真正可以说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呀。为什么他还要做恶？他对于善恶的界限不明白，把恶当作善。没有人教导他了，自己看不清楚啊，不是有意去做的。这个里头意思很深很深啊。一定要有人教诲，谁来教呢？诸佛菩萨来教。因为只有诸佛菩萨彻底了解事实真相，所以菩萨有大慈悲心、大爱之心，无条件应化在世间教化众生。那么我们学佛一定要知道，学佛的目的在学智慧，在开智慧，绝不是为得世间名闻利养，绝不是为了五欲六尘的享受，不是。为什么要学佛呢？为开智慧，为明了宇宙人生真相。宇宙是我们自己生活环境，人生是本人。换句话说，我学佛的目的是要真正明了我自己跟我自己生活环境的真相。我们是为这个学佛的，不为其他了。这个目标就正确了，我们才能得到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。幕后一位，第十一位，自在光明，能觉悟天王。这个德号里着重在能觉悟，特别着重在能。这个里头意思很深啊，我们不能啊，我们很想觉悟啊，那偏偏不能啊。为什么不能呢？前面十尊德号里面所说的，我们没做到，所以不能觉悟。如果前面这个十句名号表法的意思我们懂了，都能把它落实了，我们也能觉悟啊。你看看名号表法，把释迦因陀罗摆在第一，把自在光明能觉悟摆在最后，这个味道很浓啊，很深很广啊，你细细去体会这个意思。
然后你就晓得怎样修行，修什么，行什么，自己就明白了。我们今天实在讲，功夫不得了。不得力的原因，我们常常说，天天说随顺烦恼。你没有随顺佛的教诲呀，佛教导我们的，我们没有去听，没有去做，还是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，那怎么行？释迦因陀罗还有一个名号叫释提桓因，一个意思。这是梵文翻译不一样。忉利天竺啊，他在此地代表的是无界十善。没做啊，最容易犯的造口业，最容易犯的日常生活当中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样样还是分别执着，心里头有分别执着，口里头自然就造口业了吧。如果你心地清净，你怎么会造口业？不可能啊！心不清净，表现在外面造口业。所以修行功夫不得了了。念佛堂念一段时期，不错，像个样子了。为什么呢？静语。你念七天，七天不能说话吧？七天不造口业。口业是没造啊，心里头的分别执着没断呐、所以离开念佛堂，过几天呢，又变成老样子了，又回去了。所以古大德讲修行呢，真正会修的人呢，从根本修。根本是念头啊，是起心动念啊。真正会修行的人，在起心动念处有功夫。断一切妄想分别之处，那是真用功啊。那真正是大乘菩萨修学的，所以他能觉悟。我们不能觉悟，不能觉悟的原因在哪里？你要把它找出来。你把这个原因消除，那么你自己也就会觉悟了。佛教我们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，为什么？你要懂这个道理。佛说的话你不是不懂，你懂了，为什么做不到？你只知其当然，不知其所以然。你虽然懂得这一句话，这一句话
甚深的义理，你不懂啊。所以不肯依教父亲，不肯随顺佛的教诲，佛在般若经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你要是真正参透了，真正明白了，你在一切境界当中，十法界里头，你就不会起心动念，你再也不会有分别执着。佛菩萨为什么能？他知道事实真相。相由性空啊，事由理无啊。我跟大家讲过，六百卷大般若，要是把它归纳起来，六个字啊，无所有不可得，诸法无所有，诸法是世间法、出世间法，都是无所有啊，一切不可得。这个是六百卷般若释迦牟尼佛说法22年总结总归结六个字。你还有什么好分别好执着的吗？你把这两句真的搞明白搞清楚了通达了，六百卷般若你学会了，你开了智慧，你得定，你的心清净，你的心平等，一切境缘之中，事出世间法之中，你再不会起心动念，你不了解事实真相，所以你在生活当中还随顺烦恼，你不能觉悟，你不能自在。果然觉悟了，你就生活在大自在、大光明之中，光明就是发生了，光明遍照啊！光明是圆满的智慧啊！你得大自在，生活在究竟圆满智慧之中。为什么呢？你能觉悟。你要是不觉悟，你的生活不自在，你生活在烦恼、忧虑、苦难之中啊！这一个是烦，一个是身，就在一念之间，一念之间转过来，超凡入圣。诸佛菩萨能转得过来，我们为什么转不过来？多想想，会帮助你觉悟。幕后这一句总结：如是等而为上首，其所无量。
这一句不必多讲了。幕后一句叹得，借请发起一切世间广大之意。发起，带头干，真做广大之业是什么呢？普贤行。那么诸位同修一定要明了，地上菩萨修普贤行啊，不是前面三贤，三贤修的是大乘。六度万恨，登地之后啊，修普贤行，跟前面不一样了。普贤行才是一切世间广大之业。那么在这个地方，只介绍到此地。普贤行幕后还有详细的报告啊，在幕后一品普贤菩萨行愿品里面啊，再跟大家详细报告啊，他的总纲领就是十大愿望，十条，每一条里面包括的行门无量无边，这个是大乘佛法，一乘佛法总纲领，大总持法门，清凉大师在这个注解里面所著的，诸位可以做个参考。这个注解里面给我们一个启示，那就是忉利天主啊，他还有个冤家债主阿修罗，常常闹事找麻烦啊，生是非也。修罗会跟他打仗啊，阿修罗的势力很大很凶啊。忉利天主如果认真努力修学十善，就会打胜仗，他要不修十善呢，那就打败仗。这一点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，我们如果要战胜一切妖魔鬼怪，用什么方法呢？认真修五戒十善，就能降服一切魔怨了。因为得到诸佛护念，善神拥护，你的一些魔怨呢就会离开了。给我们这个启示。我们在清凉大师这个注解里细心体会这一点，我们会得到很好的受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就到此结束。